清晨天刚亮，许王琴就出门，骑着他的脚踏车，沿途做资源回收。这一做30年了。回收的资源越来越多，堆在家门口。慈济志工定期会来载。拜二啦，哈，拜二啦，拜四啦，拜六啦。清晨做完环保，还要到旧会所熏法香。是讲乡亲都啊咧讲这佛堂听，咱就加减来听，我嘛唔捌字，啊就加减啊听安尼。虽然不识字，但上人的法他认真听。以前先生都会陪他一起来，但日前先生往生，现在换成儿子陪妈妈一起来。现在变换成你们来。就我就叫他衔接上去，他让我妈不会觉得说他很孤单的。哦，这是我们做儿子应该做的。熏法香后，接着做福田，从清晨忙到9点10点。许王琴说，他一点都不会觉得累，因为付出很欢喜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台中综合报道。周日。